我这里是男科啊，美女啊，你来这我的这里干嘛？是这样子的哦，我来帮我老公抓药。帮你老公抓药啊？啊，对。什么问题啊？他被那个蜜蜂蛰了一下。蜜蜂蛰了一下？对。那他本人怎么没来啊？他不方便来。不方便来？对。那要开那种消肿止痛药了。开，哎，我想问一下哦，啊，就是有没有那种啊，啊，止痛不消肿的药？止痛不消肿啊？啊，对，你这个女人也是够狠的，好人嘛！哎呀，你说什么嘛？有啊，不是他太瘦了嘛？嗯，止痛不消肿，止止痛是吧？对，嗯，行吧。不消肿啊，那这个是吧，这个就止痛的，不消肿哦，那它维持多久都不消肿？对，一直肿下去，一直肿下去，一直肿，就是它不痛的，但是它不会痛。那行，就是要这样子。行吧。哎，谢谢医生啊。啊，去交费啊。啊，好的。哎呀，我从医了15年了，今年都38岁了，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，想不通。下一位，小甜甜。